持，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立化戏剧组带给我们的侯斌长。我还希望能够留下来牵爸爸的手，给他坐下去。家台已经快15年了，我们是一杯一杯、一针一针积起来的。爸爸一生这样做苦逼，实在浪费。做苦逼有什么不好的？一杯做苦逼容易吗？他的苦逼炒得香，炒得不厚。他常常跟我说啊，我们这些料是不可以少，这是我们的名，是我们的招牌。他的苦逼啊，多得细心。一罐牛奶经他的手一下可以套出15杯，他这样的人做苦逼做什么都出人头地。爸爸的问题是，他只会照顾别人，不会照顾自己。你今天这样子早来店里做什么？他每次这样子跟我讲。一场战争，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所以他日夜不停地做，
结果熬出了病。我看啊，这种日夜不停的做法也不应该再提倡下去了，又损健康又不符合经济原理。做父母的心里是有孩子，只是做孩子的心里就不一定会有父母。就在那里，你妈妈每两个月包一次黑米一样，就在那里一边包一边想念你，说你怎么出了国这么久都没有回来，结了婚生了孩子。你爸爸听到啊，就会在那边骂说啊，你不要再想念他了，你要再想念他你就不要再送他东西了啊，管他去死。每次你妈妈包好就是拿给你爸爸去寄，每次寄每次骂每次骂每次寄。是的，做父母的辛辛苦苦做来做去，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谁？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一代总是选择留在国外，久久不回来，是不想家了。起初是会的，可是慢慢就不会了，住久了习惯会变，观念想法也会变的，也是变了。你现在的东西我很多都不懂，以前你不是这样的，说你是很听话的。阿公，人的想法变不变也不是自己要不要的事情，现实不同，于是我们不变也不行了。这一方面啊，我吃的亏可不算少。传统上我们华人最讲究的美德是谦虚忍让，现在啊，这些价值观这些想法已经行不通了。我们华人以前讲话就讲究含蓄，能少讲就不能多讲，懂十分这个说懂八分，懂八分也这个说懂六分，遇到什么机会就提倡一忍二让，约束自己，抑制自己，不要抬高自己。在国外你使这一套不严重的话，既考不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严重的话饿死你都有份啊。问你会做这个吗？你说懂一点。问你会做这个吗？你说会一些。你真懂一点会一些的人要他做么？现在啊，提倡的是抓紧表现自己的机会，尽管推销自己。其实我们现在这里也差不了多少，东方人的基石现在也不要了，即使是那堂堂的国营大机构啊，经常也要靠那美女卖笑来推销自己。我们这里不同，我们荣城几十年都没有变。阿公，那只是我们不同而已，那只是你不允许他改变而已啊。阿公啊，如果你多出去外面走走多看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其实不变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啊。变为什么要变？为什么要改？改到什么东西都不习惯了，改到什么东西都不认识了，连车都没搭了，连路都没认了，改到跟你面前的孩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改变不要太多，不要太快。阿公，什么东西带由希望到衰退而消失啊？你看阿娃的朋友一哥说他眼光好，怎么就改了？一间改做咖啡座，另一间改做快餐店，我们呢？阿东啊，遇到墙壁明知道是硬的，为什么还能去碰它？为什么就不能避一避？遇到困难为什么就不能躲一下？躲变？为什么你们年纪轻轻就这样子会躲，这样子会变？我告诉你，我唐山过翻到南洋，上一分钱都没有带，大不了我变为一个穷光蛋，我也不怕。为什么别人要我变，我就要变？土匪也好，军人也好，我狼也好，日本鬼也好，现在打仗我们全都挨过，不要变也没有死啊。为什么你们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长大，就这样子会躲避变通？
我们四个枪声那一带，隔壁的二楼给炸倒，前方倒下，死了五个人，前方工地全倒了一半。我看到很多人在路线上跑来跑去的，我才真好命，把耳朵给炸聋了。有些人不是上了手，就是上了脚，真的落下去了。店里的墨镜全都被烧掉了。后来我又去到爸妈那边伤疤，以为在那里可以避一避，没想到日本飞机来炸得更厉害。
知识分子啊、抗日分子啊，那些不肯做庶民的人一样，拉去张仪啊、榜娥、巴西巴让集体枪毙。那些放过的，涂在你的衣上、手上，甚至脸上盖印。大日本宪兵部见证，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符。有些人呢，几个星期都不敢骑，不敢重阳，怕没有这块印，随时给日本人拉去。操！操！我们就像你一样生活，被盖一样。操！操！占领新加坡之前，参加了义勇军，被派去第一集团抵抗日本军。他才16岁，一去再也不回来。你的爸爸个子高，14岁被拉去九号起不开罢。外婆一天在洗衣服，一颗炸弹掉在天际，就这样没了。家财，你明白吧？你即使不要接手做下去，心脏总是会回来的吧？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归叶归根，一个人至少总是会回家。阿公，其实我这次回来，除了为阿爸办丧事，还要办些酒局。我和安妮，我们打算移民。移民？家财？你想移民？你想走掉？怎么可以走掉？你家三代只有一个孩子，你怎么可以走掉？挨饿也好，逃难也好，天灾人祸也好，我们走来走去都是为了你，怎么可以走掉？阿东，阿东，你为我们熬平生，我知道你想要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我也明白。可是日子不一旦变得好一点，就再也不变了啊！你给你妈妈讲了没？要是你爸爸还在，他会怎样子想？你爸爸拼命干，拼命干，一生奔波都是为了你。多么希望你能够安定下来啊！开一个店，弄一个家，生活过得更像样一点，找个地方定下来，定下来之后把根扎下去，大家在一起，一代一代平安安的过下来。阿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子。阿公，我尊重你们的看法，可是有一件事我并不是要隐瞒你们啊。我们在很多方面看法并不相同，时间不同，想法当然不同，这个我可以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移民？为什么要走掉？永远不回来？你是不想家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不是你说我永远不要回来了吗？我也没有说我不要这个家了。阿公啊，不仅很多人都搬走了，就算没有搬的，大多数也要去远远的地方工作。再说，还有几个人留在我们这个工厂？
年，年轻人也越来越少来，即使来了，有几个会欣赏你这种精手精致的工艺啊？我的老顾客还有来，老顾客，你还想上几个？能威胁你的工艺吗？帮他们来多久？帮的帮，死的死，你还剩几个？阿公啊，有时候事情不是样样都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的。接一下电话。安静。他是新手。那是新手。为什么要搬去新镇啊？城市重建，影响到我们这里是迟早的事，早则三年两年，迟则五年八年。像我们这种旧房子，一定会被拆除，除非我们自己有能力重建，不然一定会被征用。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搬店。可我们在这已经50多年了。阿公，是迟早的事，不是搬，就是关。我做了4年的苦役，才还清那笔过花了南阳的债。我做学徒，洗碗、扫地，一天做14个钟头，一个月工钱才8块。我从学徒做到头手，做了8年。后来又存了1年多，还攒起几百多块，然后拉琴同乡几会用了300多块钱开了这家店。我冷静一点，世界上没有几样东西它是不变的，人、事物、地方、店铺它都要变，我们也不能不变。穷则变，变则通啊！变，阿公，你冷静一点。如果不想变，或者不想现代化，听我的意见，好吗？把厂给卖了，卖了，转去做别的投资。投资？这些市价我赶快卖了，看蓝岩走势情况会更不乐观，更何况现在已经有了买主。有了买主，是一个发展商，他要把这左右16个号码都要买下来，计划开展一座购物中心。他们为什么会写信给你啊？他没有人过来问过我呢。阿公，你忘了，爸爸他早就把名片让给我了，他们在我国外的地址记得起。那你要把这块地表卖了做什么？依我的看法，最好转去国外投资。我看加拿大，我给你加拿大。如果你觉得好，我可以去那里投资啊。你们要在5年之内，那边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你们要把口鼻羊给卖了，要把钱拿走。钱里面拿出来一部分给你建立一个养老金，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月提取。剩下的投资无论是否赚钱，都不去影响到你的生活呀。这是我们家庭留下来的一笔资本，你不应该去将它白白浪费掉。哎，我们50多年了，一分一分一堆一堆积起来的家业，你就这样卖掉，移民？拿到国外去啊。公，这点知识你不要混起来谈。如果你不想卖或者不想投资，我不会坚持。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在这样的劳累下去。
不想疼爸爸一样。年年不停，天天不停，每天只会工作工作，无休无止的消耗自己的生命。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回来给你爸送葬的，要不是为了卖这口鼻梁，你估计也不会回来了。也是，你结婚没回来，生了两个孩子都没带回来过，家财你是怎样打算的？阿公，这两件事你不要混在一起。口鼻梁卖不卖没有关系，至于我移民的事情，现在国际移民是很平常的事啊。再说我们新加坡不也是到处在国外吸收有专长的人到这里拿安家乐户吗？只要你安分守己，有魄力肯做事，哪里都可以扎根。在这个时代，国家、居留地、公民权都不应该看得那么认真。更何况我在国外学习和工作都更便利，你们这样辛苦地养育我们，给我们读书，不就是让我们有出息一点吗？哎，这一切，亲人，还有家乡，这个你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地方，你一句话就丢下，走掉，东西不要忘了。你当初也是从自己的祖国到这里来的，好，看不起我们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我们不是离开家乡的，是，我们是吃不饱，活不下去了，才过怕来南阳找条生路。我们不是过来找舒服的日子的。我的祖国，我的父亲。南来做苦力，连累带病，不到三年就死了。你的祖国，我的母亲，不像我们要去飞机场送你。你去那天晚上，你祖国还是给我缝补了破衣服，不小心累坏，病倒，我怎样做的呢？后来那年，加上水灾，我祖国在水灾里死了，我连他的尸体都没找到啊！家财，我们离家是都得眼泪走的，没有人想要离开家乡了。是，这里不是我们生长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也算是落地生根了。你婆婆被日本的炸弹炸死了，你大伯在那个义勇军被在战场上给打死了。你爸爸骂我，我们在这里是没有流汗，但也流了我们在这里是没有流血，也流了一辈子的汗。我们拼死拼活，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住下去？一起找生活，谁的日子不要一天比一天好啊？我们更希望自己的子孙好，比我们有学问，找到比我们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筹建大学。我没有念过书，也跟着大家一起去筹办大学。当时南大筹办的时候，你爸爸妈妈我们义卖工币爹，我们是一杯一杯的泡啊。我哪里不想日子过得好一点？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地方搬走。老公，以前人人走路，用牛车坐就很好了。现在呢，大家用汽车坐起来不满足。每一个人还要买更好的汽车，不是每个人都要买汽车，也不是每个人都要移民啊。公，我移民不代表放弃这里的公民权啊。我
这不等于你总复返了呀？不能走，阿公，不能走，不能卖，阿公，能卖，不准卖，阿公啊，卖就是不准卖。我们两代人流血流汗积下来，不能让你就这样说卖就卖，说拿走就拿走。你是个无情无义的。阿公，如果是我无情无义，我可以不声不响的就把产业卖掉，怎会走了一步还不知道？我叫你改，是为了帮你保留这份产业。如果你闹，我可以把隔壁的名字各还给你啊。爸爸妈妈积了一生的这笔积蓄，不应该就像他这样萎缩下去。难道你不希望这个小店变成一个大店，这个小生意发展成一个大生意吗？不是啊，我是要给你们的。看到别人忙，看到会做的，自己一定去帮忙。我最喜欢看我们炒锅抠皮豆，你还记得吗？小小的呀，你就蹲在那旁边看，被烟熏到眼睛都流眼泪都不肯走。有的时候是我炒，有的时候是你爸爸炒。我炒的时候啊，你一定争着要我让你转到那个炒锅皮豆的火箱。40岁，离火那样近，又让眼睛都眯起来啊，死都不肯走，就是要用力的转啊转啊转。后来上学读书了，你还是喜欢看那个转动炒锅皮豆的火箱，叫你去做功课，你总是说做完了，早就做完了。都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功课运气很好，小学的时候没有进过第三名，中学的时候也没有进过第十名。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作文比赛拿了一等奖吗？记得，那个时候我读小学三年级，学校足球组作文比赛，我拿第一名。那时候啊，妈妈不在，是我去学校给你们奖，记得吗？记得。那个时候，新校舍刚刚开幕，就举行在学校的四里堂里面。你还记得我们之后做了什么吗？之后，阿公带我去吃红豆冰，吃完了，他买了一球一天吸着一点回家。是的，你还教那印度人呐、要红豆放多多，糖水放多多，牛奶也要放多多。你还记得那篇作文写的是什么吗？好像是跟家里有关的。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对对。我们的家，你还记得你们写的是什么吗？不记得了，一点都记不起。不记得了。我还记得呀，你后面是这样写的，你说将来呀，
我要建一座大大的房子，房子里面有好多的房间，阿公、爸爸妈妈、妹妹每个人都有一间，另外啊还有几间嘞，等我们家的朋友来的时候给大家住。你还说我要建一间大的房间，就像学校的新校舍那样美丽，等我们家的朋友来的时候请大家都住在里面喝口冰。你说啊，你说我爸爸自己做的口碑啊，很香，很好喝，我的朋友一定会喜欢的。记不得了，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哦。时代要改变，我们挡不住，东西变得太快了。不要说人们的眼光不能停留在这厚壁墙里面，就连我们这些搞科技的，几天不读报纸不看新闻，不知道天上什么在飞，地下什么在钻。这些年来的变化已经把我们生活的脑根给挖走了。我们的飞机一起飞就出国了，我们工厂的东西没有想过是那个时候的，还有啊，我们的电脑随便敲两下就拖到千里之外去了。高碧天，改了改，关了关，剩下的即使外表一样，人情也大大不同了。阿公，因循守旧没有发展，旧的东西能改就改，该丢就丢，实际一点。你也太实际了，好像什么旧的东西都可以丢掉。我没有你们的学问，只是我看到很多不应该丢的东西也丢掉了，这些你们以后要找也找不回来了。阿公，以现在的科技，如果有必要，失去的东西都可以重新造，就连伦敦大桥都可以拆成一片一片的运到美国再运回来，更何况是我们这里啊，更简单。它只是保留一个外表，一个样子，你们还不懂啊？很多东西啊，是不能够用钱去买的。也是不能够用钱去算的。我、你爸爸、你妈妈挨了一辈子才存下这一点家产，本来就是要给你的。这高碧阳，说实话也值不了多少钱。我来的时候就是两手空空啊，只是我不甘愿啊。我不甘愿，为什么只能给你们留下这样的东西？那还有很多东西，为什么留不下呀？为什么留不下哎？
吃了不好生病，饿了还可以赖，病了可就不好受了。过翻岛生活，做工要勤力，待人要老实，不可以贪小便宜，不可以骗人，更不可以欺负人。每个人有父有母，也是大你一岁的，都是你的长辈。孩子，这年头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你们这个家死的死，走的走，都不像一家了。妈希望你争气，将来我们能团圆，让子子孙孙有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代一代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苦也好，甜也好，最重要的是铭记，不可以见心忘旧，不可以忘恩。孩子，生活就好像吃甘蔗一样，甘蔗头有根的地方才是最甜的。灯光音效的同学，感谢实践剧场的陈佩文指导老师，戏剧组的同学从去年12月开始筹备，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